币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声音哦。我想把注意。上半身你只可以上半身，好，你先去那边。不可以直哦。就是你下半身不能动啊。我没有动啊，我直，我没有动啊。不行，下半身不能用啊，怎么？不能用，那我要甩到手指，不行了。怎么办？这个动力我不知道参加哪一种。你们尽量用手指来比。不要直接画，不要直接画哦，不要作弊了。直接画，只要怎么比，只要怎么比成。来来来，比一次给我看。我在想口号，我们在想自己的口号，你也可以先帮我们黄队想一下啊。是我就亲眼，然后白龙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肩在一起，这边可以吗？好不好？那谁当龙？我是翅膀。好，然后你当龙头啦。啊，我叫你帮我抬起来，你们帮我抬起来。我们是亲眼白龙，我跌倒了。我是有强迫症的。哎哎哎！没事，干嘛动我们的东西？喂，没有啊，看到了。哎，裁判，可以除鼻毛、腋毛、腿毛、胸毛、手毛。我除腋毛，你们敢看吗？不要这样，看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以奉献我的脚毛，还有我的鼻毛。啊，这样我们可以免去。所以不是要除四种毛是抽签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眉毛。给你挑，你为什么讲话讲一半啊？实话。来抽吧，抽签。这哪里是毛？我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大象。我画猫，他当然是找猫啊。你看他谁？我看你自己画的。我是画猫啊。但是哎，跟你讲，鬼才会知道是全黑的。可以直接拿第一张图上去吗？可以。不行啊。因为他们怕第一张图也比不出来。好，不然再一个动作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你呢？来，最后一个动作。就这么简单，双爆头。我希望看到你们诚意。好，往外一张。这很简单啦。OK， 最后一个动作。他想踢你也没有力气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很想踢你，踢不起来。有点去踢我，有点去踢我。可以啊 ，OK。魂都没了，好，我猜错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听错，他们在那边蚕蛹，最臭是纳豆，超恶的。我宁可我要纳豆，我不要蚕蛹。你会吐好不好？纳豆的味道是最臭的。你看，各自洗澡，大家各自，大家各自忙啊，我们就，啊，我没办法，我们去喝珍珠奶茶。对啦，我们先去。滚啊滚啊，出去啦！闭嘴啊！好臭，嘴巴好臭。三二，可以了吗？好。在观赏完这么漂亮的房间之后，我们现在就要进行第二集的那个再次。然后呢，一定要整个人沉在水里面唱。如果有人露面顶，这样一定要面顶。真的听得到声音吗？导演是说他有自己在那个浴室里面，他一个人自己在家的浴缸里面。他谁听？因为他说老婆不在，他老婆不在，然后他自己用手机这样录。大家早安啦、啊！你早醒来了吗？在那等很久了是不是？对，我想你到底要不要起来拍？你是几点起来？我精神很好哎。对啊，你怎么笑那么开心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昨天好晚睡，有一个人打呼，然后他也睡太好了，我就一直睡不着。那你说是谁？是谁？就是他跟他，他们俩。我们两个都在打呼吗？没有打呼啊，我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有听到，有不要否认，我听到。六点半叫大家，然后你在那边跟我哇。因为我以为那个光是你开的。对、欸，他这个吓人等了应该有两小时。你在想说，我还嫌你在玩心理战。天一亮的时候，他就说奇怪，嫌怎么已经拉窗帘了啊？怎么还不叫我们？对，不是我没那么闲。我想说你还玩心理战，要等个十分钟才开始拍。打呼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打呼，我不会玩心理战。
我要稳定，我因为赢你，我不要睡。真的有病，他是有病。对，要暂停一下，我是不是不能当早的那个人？因为他知道对吗？好了，那你去赌啊。那你找好找。哎啊，我们俩，你要我们三个找不是吗？不行啦，不是一个找而已，其他三个。不然我们是游戏规则，懂不懂？我们重新讲解一下。每一个都输。是啊，就光派一个人找，他们可以讨论那么久。真的。因为全部四个队员的战力不是很可能。一个被他，我一个人。我以为是三个人找一个人。是，是一个人找三个人哦。我跟你讲，他从昨天就是在听，昨天工作人员说东西要拿过来，他就说东西要拿过去吗？那你们等一下会去哪里吗？我说啊，我们等一下不就是要去 villa 吗？你是要帮助他，是人家找不到，把他找到的，怎么轻？不是，不要用力，轻轻的。你他不要倒，万一不人的感觉很痒哎。因为阿尚通常他唇部的彩妆会不是他会穿那件时尚的那件吓烂，他撕掉了。不能再找了。阿尚的唇妆通常都会超出来一点点，就是而且一定要不均匀。阿尚的都一定不均匀，因为他的口红都放比较久。对，你们家女儿是定了我风的话，我女儿现在已经38了，就是智商有点问题。他常常不会自己吃饭，不会自己上厕所。觉得妈妈比较辛苦，但我还是很爱她。你转过去我看了，你哪里要点？你要不要点？我们一个姐妹的感觉，家族遗传。那我帮你点。不是，你后面发太长了，两边这边笑起来这边都有。我很波松。我要护发啦，到就护发。好，我带你去我们家护发。哎，唐某某的背部哎，终于了。很长的了，而且我等下跑步的时候会整个变成。我是 Amy， 你是 Michelle， 而且两个家庭都超有钱，然后再搭个裤子，30岁了还一事无成。好，我先去换。你凭什么算来钱啊？我是狮子会，你会装哦，你妈！你就再搭一件，因为女生其实也会这样搭，就是下面比较，里面比较紧身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好恶哦！妈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炸出来！不是，现在太紧了啦。OK 啊。可以啦。可以，你这样就是我妈的闺蜜，然后整天无所事事，然后说今天要不要去围包？也没有任何办法来换掉我这个腿长的部分。没有，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子啊，就是啦。至少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说穿裙子有腿毛冲冲。怎么穿？好，尽量啊，尽量。你就只是从一个很长的腿毛变成一个很贴的腿毛。你需要进来哦。那个接客啊，我觉得你家很棒，好，和你太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好认吗？你这什么话？你这样很适合讲一句台词，妹妹呀，妈妈给你来讲，你就坏了啦。蔡永成。虽然我们是分两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们六个人好像是一条心。是一个家庭啊，好可怕！我们这一群人好可怕、啊。你们家人好恐怖、哦。你们女生怎么受得了头发在这边呢、啊？对啊，超好厉害哦。等一下路人看到我们走在路上，会不会客诉芙蓉？狮子会。你们今天来我家的饭店，我们家开的，当做自己家就好了。吃东西的话，我再跟我妈讲，全部都是免费。因为我刚很多路人从我旁边走过去，他们都没看过。就是这样。路人狂看我，我值得被看吗？看啊！你女儿脾气很差哎，我就从小就叫你不要这样子宠她。干嘛记得照片啊你啊？今天妈的狂赢的。好大只啊！但是我记得人伊的前科，刷前科。妈，你把好看好不好？马吉，你只要裙子不要穿太短都可以，因为你长得很漂亮，我怕你出去很容易被男生拔走。老公，拜托你的金秋节。小粉，我刚刚这边跑来跑去都没发现。我刚想说，怎么有工作人员认识我？我是不是扮得很好？你扮得很好，你要不要去跟女儿见？你要记得跟我们回台北。我会记得，你们要记得找到我，要记得我在这哦。说辛苦了，大家。我们现在其实还不知道谁赢呢，因为是要看最后记下去的，应该要看最后那个工作人员按时间的那个描述。他在给我这样。你很快就发现他了吗？对，要发审查，因为他很可怜，在一个角落一个马上啊，那马看起来超可怜的，然后那个腿毛都岔出。我要先拿去上厕所，那我要上女厕呢，还是男厕呢？其实我这样蛮像我姐的哦，对不对？
有吗？谢谢。我水都可以啊。不要，我要那个冰桶的水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快点，我手要冻僵了。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个水是咸的，很烦。欸，我说真的，真的有一点舍不得射，哎。哎呀！你喷哪里了？好痛啊！这苦茶。我真的没办法。好像要大力一点。我真的没办法。不要以为这样子对他好，你干嘛？对啊。存多一点吐下去。喝下去了。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办法瞄准。你太兴奋了，是不是？我三点就起床，睡不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回学校很兴奋，可能有一点。我们刚刚被笑，因为他们一直说我们学校很小。我们学校真的很小，但是走路要走很久。你说他们笑你？还有啊，他们笑我。从那边到那边只要三分钟，然后你们学校就没了。对，他要分组吧。哪去了？他站立。那我不要，那我不要。我要游泳，我要游泳。问讲问讲。盛元站立怎么样？我觉得没有很强，没有。哎，我讲健康步道那一关有他就健康步道，他不怕，他不怕，他不怕。这样可怕到了，这么可怕！二零 ，OK， 三二，他讲话不要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吸一口气，他吸一口气，他怎么要讲话？我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给本科为主好不好？这个超尖哎，唱竹笋更放松，按着你。天哪，有没有人性啊？你是不是嫌这个操场不够红啊？第一关结束，第二关会在长庚医院。对对对对，我看到其实后面的栏会越来越高的。没发现哎，没有，你是不是针对弟弟？哎，有啊有啊，哎，站身高，哎，我腿长才92哎，我好像注定是四分之一哎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很热，要不要泼一下水？你泼。水好，够了没？好舒服。这个队长就是老吴跟肚子大。恭喜！我拜托你说话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Ariel 是非常非常垫底，32.84哎，差十几秒好哎，差十几秒哎，你凭什么叫人家选你啊？哎，老吴可以跑三趟，哎，真的呀，老吴来回三趟，哎，你还在啊？真的，我才十一秒。这个卡特已经看一整个早上的好戏了，因为我们要派出三个战力最强的，然后我们内部讨论一下，他真的不行，他没有好不好？我怕你们会输，所以那边小吴还烂，哎，没有好不好？第三名险险入围，那你还射他啦？三二，我自己讲话吗？哦，你讲话。现在呢，我们的队长他就要沾墨水，然后射我们身体的部位。他不是队长，他不是队长。原本是说妹妹去守，对，可是他很会攻击，他是攻击手，我想我守，像我刚刚那局，超屌，超屌，我现在我这样穿着就死在那边死鱼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可是我怕你再多一个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有再多彩，哇塞，我们要申请那个橄榄球的护照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要这样子，没有很会守的吗？就我了啊，你守，男生去冲撞啊，好，让女生，你想什么？你想当好，试习看看，我们这边是小公主啦，小公主不适合冲撞啦，可是。圣元会不会其实很适合去冲撞？因为他刚刚说他会摇，但其实我蛮灵活的哦，蛮灵活又会摇，然后还不去冲撞。啊，暂停一下。啊，好累啊。OK， 暂停。我的胯呀！现在要不要强改直接踢？对，好累哦。除非直接被砍草，直接全部都死，要不然其实一个人20分全部都在身上，我们是不会扣到半分的。可是那个人如果被打出去，哦，可是我们很容易救回来，就剩他。哎，不见得要接球，要接球才有救回。哎，你今天脑子怎么？就是一下好像好，最后一关帮我剪掉，没有，这一定要剪进去啊！对啊，诸葛亮怎么会 ？Oh my god！ 使出这个方式，那如果那个人就拜拜了，怎么？那你几分？不可以打人哦、喔！我先说了，我不能打人。我那拐子，那拐子刚下去。家人，我妹妹的看到我，超到我好紧张。下下下下！哇！下！这个出现是怎样？哎，姐妹细想，可以重跳，重跳。太小了，这样子。让他们一起惩罚。有没有？谁啊？啊！下下！下！啊！他出界了，我们来抢。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尽量的射啊，把你们不要的射掉 ，OK？ 我们都把你们射回来 ，OK？ 你们射那怎么，我们再射回来？你们加油啦！
弟弟快哭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是非凡。等下他什么歌？我刚刚听到，我刚刚听到，咕噜咕噜咕噜。